要跟温文华说再见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X，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视频。那今天是我在温文华的第四天，也是我离开家的第四天，第一次出差这么久，我女朋友肯定很想我。第一次遇见了大海，我也迫不及待想要赶快回家，但是这整个旅程还有很久。那今晚我们会随便找一个小镇给住一下啊，明天我们继续前行到班夫的圣路易斯湖旁边的古堡酒店。那这个酒店非常的酷炫，明天我会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店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个早餐。开了好几个小时啊，我们现在在山里面，在一个小镇啊。如果错过了这个加油的地方，真的又要隔好久了。现在这车只剩下三格油了，然后离我们的酒店还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吧。我现在已经到酒店了，这个酒店它是叫 Steakhouse， 就是它是做牛排的。饭店里面啊，就酒店里面也有那个牛排，就比较方便。但是酒店就一般般，我觉得是比较贵的，200多加币，那1000多人民币。如果在大城市的话，其实是可以住到相对好一点的，但是因为在小镇里面就没办法。那我们现在其实要去对面去吃牛排，为什么要去对面？对面它有苏式，就比较符合亚洲人的口味一点嘛。那这个酒店的房间我觉得还凑合吧。如果你们从温华开车到班夫，不想一天开到的话，其实是可以住这里，我会把地址放在下面。Yeah, we just.